蛮有水准的，想出来这样，我整体拍回去，哇，原来这里的这个景致蛮不错的，一个城墙。这是Vincent，Vincent。 Vanes， 这城墙就是这个地方，上去。这里商店林立，观光客相当多。这有一个是什么啊？看不太懂，那可以进去参观古堡的样子，就是顺着这个城墙走。 一个一个村民，这里有一个，哇，这个顺着这个走，嗯，这里很漂亮。这叫 Porte St， 15世纪建，就在这个地方，黄色要的地方。我这个顺着这条路上去，应该可以到火车站。完美的一个花园，哇，真棒！哇，很漂亮，下面有桥墩，哇。 像古城堡的样子，走过来，感觉上应该是要往这个方向走，走外面好像比较好一点，因为里面外面是车子多，而里面街道都很拥挤，所以可以远远看到早上出来的时候，那整修的那个教堂那里。 这里看起来蛮壮观的，那边还有一个花园。我看我还是顺着这个城墙外面来走比较好，比较舒服。这里可以做音乐表演，座位。刚刚从那边走过来，外面来望这个城墙，蛮有规模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想下去了。 不断在整修，这应该是圣皮尔教堂的。感觉上，换了，这个城市很蛮值得来的。似乎可以站在城墙上面去，我不想上去了，往外面看反而壮观一点。从这里过去，这是我从那边走过来。 我那尖最尾端那边走过来，现在到火车站去了。这个是教堂后面的那个城堡，我早上有走过，大家应该没有错，要从这边去。早上从那边走过来，我还是走原路好了。